小燕啊，系啊，点解唔见佢嘅？小燕去咗庆云庵医眼啊！庆云庵？嗯。小燕双眼复原得好快，我针灸埋呢一次，佢就可以睇到嘢。真噶，九叔，如果我哋眼可以睇得到嘢嘅，都系多得晒你嘅啫。小燕，你咁讲嘢太见外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开始啊嘛。哦。小姐啊，你睇唔睇到我的手啊？诶，要不，唔使咁心急住，等我掹咗啲针先。睁开只眼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哦，试下慢慢睁，觉得点？
觉得点啊？小姐，我系招宝啊，你睇唔睇到我啊？小姐，我就系招宝啊。有眼啊，小姐，你可以开翻眼见到嘢啦。如果我哋眼可以开翻，咁就可以见到大哥，又可以见到你。三娘，我哋小姐可以睇到嘢啦。你就系三娘啊？小燕，小燕，恭喜你，小叔，你个大恩大德，我孟小燕今生今世没此难忘。小姐，唔好咁啦，你为人心地好，呢啲系好心有好报。系咯，大家自己人，唔好客气，九叔。三娘，你们两个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怎样报答你们好了。傻女，不要说这些东西了。可惜我哥不在这里，如果不是他知道我的眼好了，可以看到东西，他一定很开心的。哥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快要可以望到你了。阿宝，阿宝，阿宝，方叔，你匿埋喺度做咩？小燕对眼见翻嘢啦，佢仲话想见下边个系周大哥喎，你仲唔去见下佢？咩嚟噶？血衣系边个？系孟海。孟海血衣点会喺你度？师傅，当我见到小燕之前，孟海已经俾我杀咗。你杀咗孟海？你点会杀孟海噶？孟海帮秦灵合做事，累死咗我娘亲，所以我杀咗去报仇。系方道，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知咧？而家小燕见翻嘢，瞒得佢住噶噃。本来我都唔想瞒呢件事嘅，但孟海临死嘅时候，我应承过保守秘密，唔将佢死呢件事话俾佢妹听。但而家小燕就见翻嘢，我唔想佢再受刺激，我哋一定要想办法隐瞒佢先得。隐瞒都冇用，因为仲有一个人知道。边个？招宝。因为招宝亦都知道呢件事，我为咗唔想佢讲出嚟，我仲应承咗佢，只要小燕开眼嗰日，就系我偿还一命嘅事。但系我大仇未报，仲未手刃到秦明岳为我娘亲报仇，你话我应该点做？师傅，你教下我。阿宝啊，你做咩攞住把刀喺呢度啊？冇嘢，小姐。有咩事你话俾我听啊？小姐，我知你一直都好想见翻少爷，系咪啊？梗系啦，你知我哥喺边度啊？我想你今生今世都冇机会再见到少爷噶啦。咩话？你做咩咁讲啊？因为周凤图佢已经杀死咗少爷噶啦。我唔信，话周大哥杀死我哥，我唔信。小姐，你记唔记得我哋问亲佢少爷喺边度？佢今日推三推四啊！仲有啊，
有一日我入你间房啊，我亲眼见到你做俾阿少爷验身，染满晒血迹喺佢间房。跟咗你咁多年，唔通你咁都唔信我？周凤，而家我小姐伤眼已经复明咗，你唔好忘记你当日应承我诺言，我哋会再揾你嘅。开心嘅，有咩事同我讲啦。你唔好喊啦，你双眼啱啱先至好翻。周放图，周放图，你害死我哥，我一定要你死嘅。小燕，你真的很想去死。他是杀死我哥凶手，他总之他一日不死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小燕，你记不记得周伯母？周伯母当日对你点？佢对我好好嘅，但系我唔能够为咗周伯母原谅周放图啊！佢杀死我哥，佢嘅死系罪有应得噶。好，咁我问你，杀死周伯母个凶手又系咪罪有应得？杀人甜命，好应该啊！答得好，小燕，而家有件事我要话俾你听，杀死周伯母嘅凶手就系你大哥，周放图只不过为母报仇啫。你试下以心比心，周伯母系周放图嘅亲人。而家佢都被大哥杀咗，你叫周放图个心点谂？系，周放图已经杀咗你大哥，但系个内心咪一样系咁难过。佢代替你大哥照顾咗你咁耐，唔通你一啲感觉都冇？一定要佢死？小姐，我求下你，你唔好再讲，你唔好再讲啦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小燕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只不过想你知道真相，不要再怪周放图。招宝，做咩？唔敢入去啊！周凤，你唔好忘记你应承我诺言，你话唔我小姐复明嗰日，你就任由我嚟处置。招宝，我而家有大仇在身，如果我而家死咗嘅，
试问有边个替我娘亲报仇咧？你可唔可以再俾啲时间啊？你唔使讲咁多，你其实系怕死。我并唔系怕死，只要我报到仇嘅，我一定会偿还翻你少爷一命。你唔使讲咁多，你杀咗我少爷，我今日同佢报仇。吓，阿婆，你做咩啊？小姐，我同少爷报仇啊！停手，停手啊！小姐，孟姑娘。好多謝你暫時唔殺我，我周放圖可以保證，只要我一報到仇嘅，一定嚟到小姐面前任由處置。小姐，哎，陳小姐，哎呀，琴晚真係辛苦咗你，哎，坐啦坐啦。陳小姐，今次小燕肯諒解放圖，都係多得你。呢小事啫，我应该做嘅。不过今次我嚟系有一件紧要事要话俾你听嘅。咩事？前几日我爹捉咗苏姑娘啊。哦，佢用咩罪名捉佢？话佢同小刀会啲人勾结。有乜理由无端端会话佢同小刀会啲人勾结噶？你有所不知啦，杜子飞做咗小刀会嘅首领，咁苏姑娘系佢嘅朋友，咁咪有关系咯。咩话？子飞做咗反贼？如果用反贼嘅罪名，可以诛九族噶喎。系啊，其实小刀会嘅人个个都系忠肝义胆，佢只不过不满朝廷嘅暴政，先至会联群结党，伸张正义。哦，咁又奇怪喎，你点会同小刀会讲说话噶？咁你咪即系同你阿爹作对？其实我对我阿爹所作所为都有啲不满噶啦，唔怕老实同你讲，今次我都系同佢嗌咗交先走出嚟。哦，你阿爹捉咗苏姑娘。照計子飛同小刀會嘅人一定會去救佢噶。如果杜子飛有辦法，我都唔使嚟揾你哋商量啦。咁睇嚟，我都要幫下佢。入嚟。朱公子，情形点啊？头先我总督府打探过，嗰度守卫森严。朱堂主，我已经叫大夫继续监视。如果你仲唔喐手，我惊苏姑娘有不测。我哋今次嘅行动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因为唔单止关系苏姑娘条命，更关系整个小刀会。朱堂主，唔好谂咁多啦，我一于听晚铲除总督府。一可以救苏姑娘，二可以替刘大哥报仇。唔得，秦庭恶捉苏姑娘，目的就是引我哋出嚟。只要我哋唔出现嘅，苏姑娘绝对唔会有事。况且秦庭恶嘅武功真系好厉害，尤其是佢嘅元阴掌。唔通我就咁袖手旁观咩？唔会，人一定要救，但你要等时机。咁等到几时啊？总督府的守卫虽然森严，但是总会百闻一疏的。大人，入嚟啦！大人，有咩事啊？雷破天已经翻咗嚟，仲带埋家眷翻嚟定居添。翻咗嚟。都唔拜候下我，大人。好似雷破天呢啲咁嘅人，完全唔将大人放在眼内嘅，一定要俾啲教训佢先得嘅。哼，雷破天佢翻咗嚟，等于在我掌握之中。如果佢对我有咩唔恭敬嘅，我自然识得点对付佢。雷破天，佢恃住提督大人之势。少年得志，心高气傲，等佢喺官场上碰多啲钉子，自然佢就会学乖。系嘅，大人。胡威，我叫你派人去追查素贞嘅下落，你查成点啊？大人，我已经发散神去揾小姐嘅消息噶啦，但系至到而家仲未揾到。我谂小姐而家离开咗本镇，大人，我哋仲使唔使加派人手到隔篱城镇揾下佢咧？
唔需要，我个女嘅脾气我知道，佢素来都好硬颈嘅，中意去边就去边噶啦。等佢喺出边受多啲苦，自然佢就会翻嚟啦。但系小姐呢咗咗太耐啦，一啲消息都冇。大人，我惊小刀会有重施故技喎。我都唔担心，你担心乜嘢？呢件事你都系唔好理啦。系。你同我注意住雷破天嘅动静，睇下佢同小刀会有咩联络。如果一有动静嘅，马上翻嚟话俾我听。系，大人。你仲唔早啲唞？想起你阿爹死得咁惨，而家大仇未报，你叫我点瞓得着啊？娘亲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揾到大伯替阿爹报仇。彦君，你又系嘅，娘亲今日喺度，点解唔叫佢早啲瞓啊？表哥啊，唔关阿彦君事。是我自己不想睡，我一直都不捨得离开东平镇。如果你阿爹还在生的，我就可以跟他在东平镇终老，不用好像现在那要流落异乡。娘亲，总之阿爹的仇我一定会报。娘亲，现在都很晚了，你放头吧。破天，子飞，是你，请坐。子飞，听讲你哋小刀会曾经进攻总督府，仲伤亡惨重添，系咪啊？冇错，破天，秦平岳冤枉苏姑娘，话佢勾结小刀会，拉咗佢。系咩？有咁嘅事？系，我今次嚟就系求你见秦平岳，求佢放人。要秦平岳放人，我睇好难。破天，当日你同我立誓。你答应过我要做个好官，为什么你今次？没错，做个好官是我的宗旨。但是今次秦平岳无辜拉人，为什么你又不理？子非，我不是不理，就算我理，我官职比他低，权力比他小，我理都是没用的。我们还是另想办法去救苏姑娘吧。难道你真的袖手旁观？雷破天，我今次真不枉此行，估唔到听到你讲呢番好说话，我哋当日嘅誓盟就此一笔勾销。子飞，为朋友为正义，我听日去巡抚一事。大人，雷破天求见。佢琴日翻嚟都唔拜候我，今日至你。我看他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难道他为了小刀会的事？大人，那你出不出去见他呢？你跟我告诉他，叫他在大厅等我，等我换好官服之后，看看他需要说什么。是，大人。
卑职叩见总督大人，免礼。多谢大人。随便坐，卑职不敢。雷昌君，你今日嚟有咩事？大人，卑职本来寻日一翻嚟就想嚟拜候大人嘅，因为家母有啲唔舒服，所以今日先至嚟啫。哦，区区小事何必挂齿呢？系咧，雷昌君，你已经回乡祭个祖咧，而且带埋家眷嚟呢度啦，咁你可以安心做官啦。系，大人，卑职一定尽心尽力。上報國家，下安庶民。好志氣，大人過獎。卑職今日前嚟，仲有一件事，希望同大人商量一下。有咩事即管講啦。係，卑職聽講大人前幾日捉咗一名叫做蘇眉嘅女子，唔知此事是否屬實呢？屬實，我懷疑佢同小刀會嘅人有關。乜你同佢好熟嘅咩？唔系，大人。不过根据卑职调查所得，苏眉喺外乡嚟到，一直都冇犯过事，亦都冇同小刀会嘅人有来往嘅。你敢肯定？系，大人。此乃卑职调查所得。开讲都有话捉贼要拿赃，我哋冇证冇据就将人扣押收监，只怕人心不服。话做官嘅只需有莫须有嘅罪名，就将人人入罪，造成冤狱啊！我自从捉咗苏眉翻嚟之后，小刀会就派人嚟劫狱，呢啲就系最好嘅证据。大人，希望大人对呢件事能够真正秉公办理。好一句秉公辦理，我反問你一聲，你點解處處同呢個姓蘇嘅女子講好説話？你同佢有咩關係？大人，我同佢一啲關係都冇。不過為官者應該替百姓抱不平、伸正義，呢啲係卑職嘅責任。住口！正義，正義，正義！哼，正義，你就恃住提督大人之勢嚟以下犯上。大人，咩？我嚟提醒你一声，以后你再以下犯上，我就马上告上朝廷，将你革职查办。系，大人。不过为官者，你替百姓抱不平，伸正义，呢个官你做得冇意思啊！在下就将一切官职交还俾总督大人啦。在下告辞啦。你。破天，点啊？子飞，你讲得好啱。当今之世，要做个好官真系好难。我已经除去乌纱，救苏姑娘嘅事，我无能为力啦。破天，今次连累咗你添。唔好咁讲，系你使我认清楚官场黑暗啫。兩蚊錢，可唔可以平啲啊？雞蛋啊，喂，新鮮雞蛋。春花，春花，李嫂，咩係你啊？我見你咁耐，你去邊度嚟啊？我同哈哈失散咗，我周圍揾過揾唔到佢，我怕今世都見唔到佢。你話哈哈哈？他现在叫做雷破天啊，还做了大官添啊。咩话？真的？是啊，我呃你做咩啫？现在全镇上下的人都知道啦。呢，冒认雷大人那个衰人啊，现在杀了头了。春花，你好啦，现在做官夫人啦。李婶，你快啲话俾我知，雷夫在哪里啊？呢，你转翻出去大街单边那间就是啦。唔该晒你，李婶。
我第日再同你傾過啊。咩事啊？差大哥，請問你雷大人喺邊度啊？麻煩你同我通傳一聲，你話春花揾佢啊？春花，你係佢咩人啊？有咩事揾我哋嚟參軍啊？你話春花佢就知噶啦。哼，你走啦，我哋大人唔得閒見客。唔係啊，差大哥，我係佢結發妻子李春花啊。咩話？你想做參軍夫人啊？上創你個心啦！我哋大人根本都未成親噶，你唔好喺度白撞啊！唔係啊，我求下你哋啊，我揾咗佢好耐噶啦。你不如入去見佢啊！你做咩啊？你喺參軍府門口點到你亂嚟啊？走走走走！望咩啊？快啲走！走啊！咩事啊？禀太夫人，呢、這個姑娘喺度無理取鬧，一定要入去見參軍大人，所以我哋唔俾佢入去。呢位姑娘，乜你識得我個仔嘅咩？媳妇李春花叩见奶奶。你话咩话？你系我媳妇？系啊，奶奶。这位姑娘，你起身先啦。系奶奶。你唔好乱叫啊！我唔系乱讲噶。当日我同雷破天喺患难中结为夫妻，我哋仲话过今生今世要同甘共苦噶。表婶。呢位姑娘，我哋入去再慢慢傾啦。系奶奶。破天，娘亲。原来你真系做咗大官啊！我揾得你好辛苦啊！呢位姑娘，我唔识你噶噃。你唔好同我开玩笑啦！我系春花啊！我真系唔识你嘅，娘亲，呢位姑娘喺边度嚟噶？原来你真系唔识佢噶！呢位姑娘喺大门口一定要入嚟见你，佢话系你嘅妻子啊！娘亲，我点解出边成亲呢？我睇呢位姑娘梗系认错人啦，不如咁啦。我俾啲钱你，你走啦，好嘛？你以为有钱就可以打发我走啦咩？吓，我估唔到你咁狠心噶，做咗大官就唔肯认我。原来你个人系咁薄情噶。好，我就死俾你睇。姑娘，我根本就唔系叫哈哈哈。姑娘，姑娘，我睇你真系认错人。我仔叫雷破天，我哋呢度冇哈哈哈。我冇认错，我真系冇认错。雷破天就系哈哈哈，哈哈哈就系雷破天。当日同我成亲嗰个，明明系佢。我谂佢一时记唔起我嘅啫。人嚟，系系。我带呢位姑娘出去啦。我唔走，哈哈，我系春花，你点解唔认得我？我唔走，哈哈。走啊！快啲走啊！走啊！话咗你白撞噶啦，哼！唔使咁难过嘅，俗语都有话啦嘛，穷在路边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缘亲。呢个人有咗财有咗势，就有好多人嚟认亲认戚噶啦。而且嗰位姑娘睇嚟都有啲神志不清，
我睇佢系认错人嘅啫。表婶，傻女，你同你表哥相处咗咁耐，唔通你都唔相信佢嘅为人？好啦，等表婶做主，同你哋定咗呢头亲事佢，咁你就安心啦。是啊，霍天，我有些事想跟你说，我们坐下慢慢谈好吗？好啊。是这样的，你已经参观大人。什么事？那个花妇人在外面不肯离去。吕大人，哈哈，两个翻入去先。系，哈哈，你足足记得翻我啦。呢位姑娘，我根本唔识得你嘅，点解你成日揾我咧？唔通你真系唔记得？我哋一齐嗰段日子虽然穷，但系好开心啊！日头你去耕田，夜晚黑我煮饭。诶，姑娘，我真系唔知你讲乜，你留喺度究竟想点？你问我想点？我问你究竟想将我点？你而家做咗大官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就连我呢个患难妻子都唔认，你唔系人嚟噶。姑娘，你唔好再胡闹啦！如果唔系，揾人拉你噶。揾人拉我？好啊，你拉我，你拉我啊！姑娘，你阻住我，究竟想点啊？你走开！我不会俾你翻入去，除非你杀咗我。如果唔系，你唔使只踏去半步。你简直不可理喻嘅。我想避一避雨啊！你咁傻嘅？
何必天天也问我，话我知那些不清楚。如若你是我，都会再疑问是否真心喜欢我。提起都使我难过，未知你想我如何。如若我是你，必会用行动让我知怎么爱护我。就让我飞身摘下星星月亮，又或者只取月亮一个。